创建齿轮箱上箱体组件，单击新建按钮，选择组件，输入上7-6，不使用驱省模板，单击确定。创建，选择米制，单击确定。设置工作目录，7-6，单击确定。单击装配按钮，选择上7-6-1。单击确定，单击装配按钮，选择盖7-6-2，单击打开。约束类型选择配对，新建约束选择对齐，新建约束选择对齐，单击确定，单击装配按钮，打开通气伞，约束类型选择配对，新建约束选择对齐，单击确定，单击装配按钮，打开螺栓7-4-5-4，约束类型选择配对，新建约束选择对齐，单击确定，单击装配按钮，打开螺栓，约束类型选择配对，新建约束选择对齐，单击确定，单击装配按钮，打开小螺栓，约束类型选择配对，
新建约束选择对齐。单击确定，单击装配按钮，打开螺栓，约束类型选择配对，新建约束选择对齐。单击确定，单击装配按钮，打开螺栓，约束类型选择配对。